咱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呢。这手工因为买一罐物件来吃，阿姨就开了门来。下班，刚好喝酒。是因为做工具人要袂歹用吼，我就并不差。所有挑过伊上上门的学妹哦，拢是歹命啊。我是要甲甜心去电动一撮。恁两个人单独，真正是足奇怪。你安尼讲是无信任。我是无信任周品轩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咯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娘，啊恁爸爸甲三号是结拜的兄弟，啊那安尼小龙珠应该叫我文博。林心，哦，我看哦，这个林红姐啊，足介意囡仔的呢。你看郑燕压力应该足大的吼。这半年下做，你是对豪姐足有信心的。佮加上一定个市占率足高呢，名声真好，所以哦，市场就感觉讲哦有卖点，最近佮我签一个 MOU 嘛。想袂到豪哥才搞做生意哦，啊，不过子祥就刚刚会记，伊和方云云袂分去，但情形以后就和伊朋友叫去垦丁啊。那这样你要记关，这样你要重要，偏偏袂记。赵善豪到底是安怎佮盛阳生计合作的？叶佩伯那遐尼济，我一定为平轩那边不好清楚。只是一间水疗馆，敢有需要副总亲自去考察？伊甲周品轩两个人单独去，真正是足奇怪。你安尼讲是无信任我？我是无信任周品轩。万不离上好有一天，甲一个唔知影为倒位来学妹做伙单独去出差，你安怎？好，我一定拿一支菜刀对顶后壁，猪头对干尾。就是讲，啊，不过问题是，真就是不爱和我弟啊。学长，为着你吼。我一定要好好拍拼。